色，可以看到它的弹性非常的好，宽袖。面部的开场让人一眼就变收藏，细针织的材质，现货。但是上身的是黑色嘛，它总共有三个颜色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弹性非常的好。它的袖子呢，就是流行的宽袖。那你可以用的斜领啊，或者是一字领，你可以在前面塞一点点，然后可以让你的体力感觉更修长。那它除了就是可以回家之外呢，它旁边因为是做开仓，它可以把它绑起来，所以的节省就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再加上灰色，然后它是有点细针织的材质，非常有弹性，穿起来。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白色，然后总共有三个颜色的。然后现在说它有现货哦，那现货就赶快抢。如果你想要再拿到的话，就赶快下定哦。